现在有很多职业舞团，他们都在招人的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对啊，就是啊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大家都别劝了，同学们，这次筹备舞蹈教室呢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和自由啊。未来呢，我只想放慢步调，和西西好好过日子，把过去远距离恋爱时的遗憾全部都补回来。看来咱们的石同学这次彻底准备做个小女人了，人生新阶段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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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你了。做了你爱吃的糖醋小排，哎呀，好啊，真好！咱们一家人啊，好长时间没凑一块好好吃顿饭了。哎，西西，你餐具我给你拿了，你还拿一份干什么呀？哦，我今天叫了一个朋友来家里一起吃饭。谁呀？西西，来吧。奶奶、姑姑、郑然，中秋节快乐！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。今天不是中秋节吗？安娜在上海也没有亲人，我就把她叫过来一起吃饭了。坐吧。谢谢奶奶。东西过来。西西，姑姑今天特意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你多吃点啊。妈，我突然之间没有胃口了，你慢慢吃啊。我那个下午的邮件还没发，你们先吃啊。哎呀，西西，你带安娜过来吃饭也不早说一声，我好多准备几个菜呀。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水果啊，你们慢慢吃。三年了，大家还是不愿意接受我，连顿饭都不愿意跟我吃。今天可是过节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吃吧。西西，能和你一起吃团圆饭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从哪个开始吃呢？从这块肉吧。